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标题为《光明的中国》。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幕两天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案应还他们清白，被错定为叛徒的1940年自首的人应予以恢复党籍，已故的彭德怀骨灰应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康生虽然去世，但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就是这个问题，如果简练的话，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在会场上久久震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便多年后忆及此事时，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爆炸性等词汇来形容。就在陈云发言的第二天，北京日报刊登了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我手中拿的这本书，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作者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光远。作为亲历者，余光远从始至终都参加了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1届三中全会，他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进了这本书。余光远说，1978年的历史转折对于今天和未来都有用，甚至宝贵。会议进行声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纷纷响应支持，连续几天，众多掷地有声的发言在各个小组频频出现。原计划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也由此被延长为36天。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过程中，各个小组每天都会有一份意见的汇总简报，分发给所有的与会者。陈云的发言也出现在了当天的简报中。邓小平是在会议召开5天后才从国外出访回来与会的。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他密切关注着会议的动态，并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老同志的支持下，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工作做准备。
这是会议结束20多年后才被人们偶然发现的一个讲话提纲，3张16开的白纸，约有400-500字，用铅笔写成，执笔人是邓小平。早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已经让胡乔木为他起草了一份讲稿，内容是未来的工作重点，从揭批四人帮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实现这个转变，就达到了会议的目标。但会议开始后，拨乱反正成了主要议题，急速扭转的气氛让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他果断决定重新撰写一份讲话稿。1978年12月2日，为发言撰稿的胡乔木、余光远等人来到邓小平家中，当邓小平打开话匣子，记录人员才发现竟然忘了带笔记本，全身上下只有一个旧信封，信封上的邮票还被剪去了，留下一个方窟窿。容不得多想，随手就在信封上记了起来，外面都写满了，他又赶紧把信封拆开，密密麻麻地把纸的另一面也写满了。根据那份400-500字的提纲和这张信封上所记录的要点，于是有了那篇日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振聋发聩的讲话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推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理性慎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多年后有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代表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一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决定性事件。12月18日星期一，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点，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1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题都进行得顺理成章，会议只进行了5天即告闭幕。全会上，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很快，
众多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得以重新开始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他认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走向错误，他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了以解放军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性决策。所以我们说，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78年，全国 GDP 仅有3500多亿元，以当年的9.6亿国人计算，平均到每人每天还不到1块钱。布票、粮票、邮票、自行车票，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票证是当时短缺经济的生动写实，街面上整齐划一的蓝白灰着装，更映射出人们物质生活的匮乏。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伟大决策，对于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承载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如今三中全会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专属名词，一提起它，人们立刻就能想到1978年那个冬天。对于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年份日后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履历中，很多人的事业都是从这一年重新开始。也正是从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请看下集《关键一步》。